们想听一下。不行。这个现在名字叫啥？填空。你知道为什么填空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叫填空吗？因为他说灵感来自于这里，让他填。把人生给填满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因为节目组让你填空。因为要把人生给填满嘛，对不对？人生的设想填满。分词都还没分。会分的是吧？要分吗？也不一定。好像没想过要分词，分一下吧，求求了。好好，我们会同分一下。那我上，我上前两句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无意就是后面两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真的是一个人唱两句，后面很草率。我很想参与。我觉得我们最后应该一起，这首歌是最后一首吗？对，要算最后一期，我们也要跟他们唱六十二万。对呀，不唱。那不如我们把想对自己说的话录下来吧。你好，孙凯琪，不要那么容易不开心。我是未来的你，我很想跟你说，我现在很快乐。张子宁，谢谢你的帮助。好感人。但是下下子就是图，然后。好感人啊。你会活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张碧晨，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吧。哎呦天啊，这是什么环节啊？我这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